买了鸡胸肉，鸡胸肉在这儿太阳晒一晒吧，晒一开就化开了，就冻上了。唉，接点水，一会儿煮鸡胸肉。买点皮烙饼，现在吃晚饭。把大饼放在一边吧，拿点凉菜，还重要的猪头肉。可惜啊，少了大蒜。春花，春花，先吃点猪头肉。天气这么热呀，吃点小凉菜也挺爽的。第一口啤酒，哇，气质可能化了。第一口啤酒必须要有仪式感。这饼可能买多了，买了两张饼，先加一点猪头肉，加点这凉菜的肠，腐竹，其实应该买点酱来着，最好呢。不错不错，干嘛还吃啊？吃完了，再配上冰啤酒，贼爽！再来一个，啊，他还不吃，其实买这儿的菜啊，真的是历尽了千辛万苦。我去前面的镇子，旧城镇，沧州的旧城镇，我也登记了，也可以进去了。我说想买轴承，轴承没有，因为我的后拖车不是坏了，但是没有，只能一直往前面坚持坚持。真的是，这外地的真的是受歧视。我扫码我也扫了，健康码也给他们看了，我疫苗也打完了。有一家五金店，我进去不让我进，不让我进，那我也戴了口罩什么的了。他们家的那个扫码呢，我也扫了，他还是不让我进。我说你这边有卖什么什么的吗？他就用那种嫌弃的眼神就看我，啊，谁让你进来的？那个，我说我都扫码什么的了，门卫也让我进来了。他说你们外地人不允许进来。我说你不允许进来，那你的生意怎么做呀？他说我不做生意了，不做生意也不卖给你们外地人。
这是什么思想？太奇葩了。搞不懂。这个芹菜真的是好清爽，全是肉。肉是不是太多了？这一锅不都是鸡胸肉，两个鸡胸肉。真怕他咬到舌头。